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倩石。音乐啊，它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养分，甚至在你心情低落的时候，给你力量去面对困难，克服困难。现在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要带着音乐到你们身边了，你们准备好要跟他们一起进行有趣的探险了吗？不要犹豫，赶快去报名逐梦少年音乐营，一起进行这一场有趣的探险吧！